六号台，沈轩毅，刘超，因为一号台，他请韩国出场运动员，时间进入比赛场地检录。 在比赛开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将您的手机调至为静音或者关闭状态。运动员手机发出声响，第一次判犯规，第二次判处一局。卫生间禁止吸烟，吸烟请去吧台旁的吸烟区。谢谢合作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